直播吧9月7日讯，体育图片报消息，前拜仁门将卡恩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有关 C 罗和今夏转会市场的相关话题。卡恩认为德甲目前正面临危机，德甲在上赛季的国际比赛里并不成功，世界上的顶级球星大多在西班牙、英格兰和意大利踢球，球迷大多都会对超级巨星感兴趣。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德甲巨人拜仁近几年在欧冠赛场上的低迷，由于经济原因，德甲俱乐部很难买到顶级的球员。德国俱乐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青训工作，但从长远来看，这不是唯一的策略。卡恩在采访中表示，让他感到遗憾的是，德甲冠军拜仁没有设法引进 C 罗，我认为这样的转会对德甲非常重要，如此有影响力的球员无疑将提升德甲的吸引力。此外， C 罗还能提高队中所有球员的水平，如果他加盟拜仁，他将成为德甲的里程碑。